一个我两百，这对拢无恁那吃，我一人来啊，搁少两个，搁少你啊，今日食袂完啊，这几只拢拍尔，恁拢免撑撑住啊，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啊，来三个，搁少你几个，我三个，来啦，最后两个放下来啦，四个，啊无，搁一个尔，来，今仔一斤一斤有啊，大我搁来做一斤，搞个三斤尔，一碗面，一碗哦，一碗几个，搞个七斤啊。 这也一个两包，上面一个无啊，这免阁赔啊，这免阁赔啊，这两包啊，这两包我都考虑，以前我都够少个啊。三个三个，哦，起我过来，起个，起我过来，我一个汤，三个，来一千啊，两个，一千啊，来三个，你一千啊，四个我变成几个，刚无大卡啊，后一种我后一种我成几个，再来你讲赔你两块，再多一千，你成动的再来我两赔你两块，姐姐我赔赔。 你先动啊，就你先动啊，我等下陪陪侬啊，你讲。现在没有，我等一下帮你换。我等一下帮你换这样，哦，等我一下，干我一下，干我一下，啊，来这个，上面弄个没有？这上面？上面要订单的，上面老婆你弄不到人啊。来，搞，咱们直接，这热锅这不方便，一包五十条，三包几啊五片啊，煎煎的热啊，这个我弄条就十五块，一包了，有人要吃热锅，三顿加你煮啦。 一百块有两，那这边弄哎，来，稍等，给你煮。卖个叫我们叫我们尝啊，一百块了，来，好来，一个，姐姐要吃嘞，三个，好哎，好哎，好，一百块有两个哎无？麻烦，一百拢有啊吼，这里，这个给你，大哥，这里，啊，我来拿杯，拿杯，一条的啦，拿杯，拿杯，一条的啦，来，干杯，我这边，阿叔，一条杯，一条。 来，讲袂对，还佫迄个港港式凤爪，啥物迄拢搞来啊？鲍鱼还佫这，这拢来，鸡腿讲啥物拢来啊？我感觉袂晓啊，简单咧，先甲炸炸，人就爽爽啊。啊？毛豆来啊，毛豆，吓啦！毛庆呐，是对毛豆是对，毛豆炒鱼啊。阿叔，我有用过来，讲咩用过来？过头前，来毛豆上面一个两百了。来这边。一包两百，两包两包，包四包。 来五包哩啊，六包哩啊，两包了。收钱，收钱，收钱，两包了。好，收钱。来，金龙三，四五，来六包。来提钱的。来两包，金龙。来提钱的。四五六包，两包。够人要买一包的无？来多，来再好。我买多，今仔好食袂歹，平常。哎，多。还要几个？一包够人要试一下。来多。一包够人要试下无？ 来哦，来。一个四包一箱小瓶，我只要看你条片嘞。来，到咱们就A两箱瓶的，这四包装起了哇，三包起啊，我们一包两袋哦，四包两包了啊，装起。好行。这小片杂包有没有？你的豆丁要精力些，先我过来。啊，现在小瓶还有吗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来，那里啊，多少箱干杯？ 啊，这个我干杯，你要买袂无？有甜哦，你买一千干杯了。买哦。你买要一千，来三包哦。有人要食干杯无？我干杯人袂甜，你起来用哇。这个我一包蒸起来七百块啊，七百块加七百块的。清哥。唔免清哦，唔免一千哦。我若只个是我的老主顾，你甲问者，我的干杯大了搁甜，袂甜起来用哇。这包搁送你，袂甜一千嘛免啦，先加先赢六百了。来这边。有人要食干杯大颗的无？六百块，六六百块。搁有人要食干杯无？六百。有人要试一下看嘛？干杯六百块，六百。 龙虾嘛，够人要买两包的哦，四百块起来蒸锅嘛，四百块，有啊哈。啊，这边。四百够有要吃无？来，先吃。收起来。啊，收起来，上面都这样。这个物件我若客起来，收入一届拢无去啊啦吼。你若要想啊，甲我讲一下哦。你若想啊哦，啊，刚刚我有想啊，叫伊传播你拢无。来，啊，无你先客一下，想啊，稍微想，人家懂的，我等下换陪你弄。够人要吃这港式凤爪，这退冰冷冻吃这免煮啊，比在讲我鸡脚冻好好吃。这一包百三，即马起甲百五。啊，加，客要袂通啊，你客都物件客，人家需要伊啊。你只鸡冻者应该有啊，你半鸡冻者，你半碗生鱼处理者。够人要吃港式凤爪，这就是咱台中的鸡脚冻，这一包百三起甲百五，百五加百五。百五。
听。一包两包，来三包起，而且大女拢去用到，遐哪走来遮？伊咪拢走用到。
我今日带我来吹。安尼哦，谢谢谢谢。你两家伙要下来无？来，吃。我吃好，还是我吃。感觉两要试一下，还是要买一百块吃看看？有啊，有啊，来尝下试试。你的台式要老味。是啊。是。来，我了。台式要老味，你的台式老味，别讲你个话。来。来。这几个应该我做完了。啊？那边香嘛？那边香嘛？袂晓嘛？这啥物啊？烟熏墨鱼切切就好啊。这黄鱼味落去烘啊，外口一尾上盖无鱼啊，我只拿这四尾至五尾，一定啊一千块，唔免啦，鱼啊五落。来，鱼啊五落，免食烟熏墨鱼，免、煮，退冰来当食。这退冰来当食烟熏墨鱼，这上好食啊，切切的尔。你暗时无聊，切切的罔食，一百许个鱼啊五尔。鱼啊五个要食无？有啊、哦。啥物烧啊？大头去搞。你集中起来听。啥系做哟？这拢清气当当的啦，谢谢。来，过来要吃啥物？迄、那个下巴先换换一下哦，下巴。黄色胶带先换换。来，有人要吃鸡腿卷无？咱的腿排拢无卖着哦，啊，都有杀过哦。还要去倒哦？腿排拢无杀过，我要先换一个鲑鱼下巴。来，恁家有人要吃鸡腿卷的无？是啊，这用鸡腿肉来做的。啊！甲你包鸡皮，前看嘛，是甲你个条个，唔免三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三要吃两百块。我三条哩，我四条哩，我五条哩，我六条哩，我七条哩，两百块，两要吃鸡腿卷个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要吃鸡腿卷个。来，来，这三条我要十条啊，两百块就好了。等下，两百三要吃十条啊，两百就好了。四条啊，五条、六条啊，七条、八条啊，这两条够你十条啊。来个两要吃鸡腿卷个无？四啊，六啊。八啊，来，十啊，两百个要吃的无？再来，要搁吃鸡腿讲的。再来，要买一百块吃看卖无？来，加收了，加收了。什么情况？你问什么？啊？系啊。来，四条，要四条。两台啊，手啊，你落四条，五条。头前你讲的鸡腿讲。有人要吃这无？鸡腿卷你嘛买啊？客气，人听过来了。来，我收来。来，拿下去过。来，拿下去过。金龙三四，来五，来这一块包过。金龙三四，五六七八八九十，来收着。什么情况？这个什么情况？来，几个人听下搞的？来，搞哪门小车？以前叫鲑鱼的下巴，大哥你今日要啥？你来讲哦。大哥黄椒一块啥？你来讲哦。我来讲哦。我袂甲恁偷笑啦，恁方便恁听我讲啊。这个下巴有哦，伊有分两个物件哈。第一，有一种物件是自助餐用的，迄种即个四分之玻璃丝啊。即若像即啰遮厚的，即拢日本料理伫收的啦。哦，我真正摕好的物件，要食咱就食好的，敢是安尼讲？这个东西让卖咕咕当当啊，哦，这有信用足好诶。啊，你今日情况嘛，规地油脂足高诶。爱食鲑鱼下巴，日本料理家两地边啊，加一块来讲就百八块啊。爱食人地免一千八百，来三百块了。有人要食鲑鱼下巴三百块。两个。来这边坐。三百块上面吃了三百，这两个啊蒸拢好吃哦。来三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块，有人要吃三百。来两个。鲑鱼下巴三百块，有要吃无？我若摕去自助餐，恁家恁是足俗的啦。啊，我真正摕真好个啦。我这成本拢比人较济啊，嘿啊，我袂甲你骗。啊，我就是要予我人家吃较高个，嘿啊，来三百几个。来，我两个，我这边坐。来三百，上面写三百。接过你啊，接过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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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若要食现捞个臭豆，爱讲哦。来三百，有哪要来无？接过送你啊，接过你啊。这个你啊，这个沙发都招一个好无？沙发，谢谢大爷，感谢你，我去过，你几个？四个，四个啊，等下啦，这个送你啦，满意就好啊，无啊，钱拢给你啊，咱嘛是搁送回啦，无紧啦，来啊，包过啊。啊，是啊，你看我那白雪，上面牛奶，上面要来买无？哎、欸，帅哥，等一下，爹，老醉，这有坑啊，来来来，哎，
卡一定爱下裤下底，你下起啊，保证等下变嘛。来，遐抓花皮啊，到。五百是啥？边啊，遐抓花皮啊，提走，抓花皮走，这个皮提较下。哎，你这地水你袂顶，原等下出水变个，绝对把你破到规个。来提啊，提起来拎嘛，拎要提嘛是个。那做拎袂无？我用。还是挂了。来，到人要吃红烧牛腩，这半斤半肉的牛肉火锅，这一条我行情380块，这无你好笑，无你白炒的。来，我来讲啊，你加七折可以。来，你要吃半斤半肉的牛肉火锅，吃起两鼎重的，这两鼎讲700，讲600，我唔免。来，收起老师，等下，下落好啦。斤两三四五六个尔，这我讲我搁讲一摆，这要卖外久我唔知，因为这若搁起价，我就无在条卖啊。哦，这起足济摆啊。你要吃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这当然怎啊套落，倒咧当天火甲开落就好啊。全部六个人客，唔免1800，拢唔免啦，先给钱先赢。200块落来200块落啊，来开200落啊，来200块落，来200块落200块，200块落，来200块，来谢谢。我无甲你画沙发，无甲你画沙发，足好个啦。我画两块起，你好在伫遐看。来坐啊，这边。你即马就到。我找你几张纸。老板，我可以买一包试看看。好了。来坐啊，这沙发。我买你买半包了，先试吃了。一百了，后来要试吃哦。一百个，一包这边。来啊来啊，一百，讲起来，试吃看嘛，猜下这个。